几年沙溢频上各大综艺节目，从节目表现看得出来，他的综艺感是非常足的，自带笑点，为节目添加不少的笑料。之前《穿越吧厨房2017》这档美食类的综艺在热播，胡海泉、沙溢担任主 MC， 笑点满满，泪点扎心，非常有特色。第一期节目中，沙溢发起狠来自己都害怕，不光挤兑海泉十多年没出歌了，连组合也快解散了，扎了海泉的心，还爆了春晚的大料。当第一期的嘉宾容祖儿提示他的菜跟过年有关系的时候，说着说着就提到了春晚。刘宪华问沙溢、容祖儿、胡海泉，你们仨是不是都上过春晚？容祖儿和海泉同时非常震惊，那问沙溢也上过春晚吗？沙溢力证自己当然上过，还表示自己曾在春晚上演过小品，唱过歌，还当过刘谦魔术的托。沙溢当托一说出来，众嘉宾都一副吃瓜群众看大戏的样子，追问是怎么回事。沙溢回忆起了早年前跟胡凯一起上春晚时配合刘谦表演的一段魔术。沙溢说刘谦一开始拿着一个空杯子变出一个苹果和橙子的魔术，他拿着杯子向观众展示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一看他的苹果和橙子就在他腿上的呢，最后海马怎么变出来的？